感谢我们的马华陈理事长今天能够播出宝贵的时间呢，来谈发这个立刻马华医药基金的这个援助金。重点今天我们在谈发这个立刻马华医药基金援助金呢，我们已经经过非常严格的这个审查，那么我们提供的援助呢，是希望能够帮助有关的人士，那么能够早日康复，那么能够帮助他的家庭和家人。第二呢，第一个马华医药基金也希望通过这个医药基金，能够告诉他的家人，我们整个这个家庭的这种和谐，大家的这种配合，那么来帮助有关的这个家庭成员。我们不要有家庭成员呢，那么这个放弃照顾他个人的家庭啊，不管是他的孩子啊，或者是他的亲戚啊等等啊，应该要一起来照顾有关的这个病人。第三呢，我们一个马华医药基金会联系私人医院，还有这个私人专科医生，那么也便跟他们取得共识呢，共同来协助这些穷苦的病人，就是说他们的医药不能够太贵，他们的手术费不能够太贵，大家都有这个社会责任呢，来帮助有关的这个病人，就是说我们为一个具体的一个行动来帮助有关的这个成员，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重点。